你好，妈，我怕您太伤心劳神了，给您炖了盅参汤，补补身子。喊我老太太，把参汤搁茶几上吧。哦，您看，我忘了，我心里头老想叫您妈，就叫妈了。妈，叫老太太。您看我又忘了，习惯叫妈了。妈，这个是用紫铜罐炖的，您就趁热喝了吧。啊。都知道喝参汤大补，可不知道喝参汤也有很多讲究啊。我中午刚吃了萝卜，你说我能喝吗？我说呢，妈就是聪明，什么都知道。嘿，我就不知道，这个吃了萝卜不能喝参汤，喝了参汤就不能吃萝卜，萝卜和参汤一起吃，它就没效果了，没效果就等于浪费钱，浪二费钱太就等。太，还有其他的事吗？妈，我是这么想的哦，你看这两天。大嫂她太伤心了，我怕她太辛苦，我想帮她管管家里的事儿。哟，哼，我倒忘了张家也有个放辣子。好啊，你想管事儿，明儿早上到管事房去。何叔派事儿的时候，看看你有没有插得上手的事儿。哎，太好了，妈。老太太，二太太，没事儿你就下去吧，我跟何叔还有事要商量。妈，那我明天再来请安。记住了，叫我老太太。我不喜欢话说三遍。二太太，慢坐。来了吗？来了，在屋里候着。要看住袁姑娘。昨天他对顾探长的那番话可够厉害的呀，看来不是盏省油的灯啊。您的意思我明白。等过了这几日，就设法把他送走。张锦臣的死与上海的帮会没有关系，与老铁更没关系啊！这下小姐就放心了。啊，对了，你过去对小姐说，要是在那儿住着不习惯，有人欺负她，叫她立马回来。啊，舅爷啊，小姐在张家的日子过得倒是不差，只是……怎么，有人欺负她吗？走，咱们看看去。哎，舅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是说呀，小姐头天进了张家门，第二天老爷就死了，张家上下能对她有好脸色吗？哎呀，小姐心里不好受啊。也是啊，这样，你回去悄悄告诉小姐，说张府大门对过的小皮匠是咱们的人。哦。袁虎带着一帮人也在对过，如果有什么事，可以叫小皮匠捎个信儿。哎，舅爷，您想得真周到。啊，我说袁妈。大小姐从小在家长这么大就没受过什么委屈，我可就把她交给你了。舅爷，您就放心吧。好，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啊。哦，那我先去了啊。Thank you.
少爷，请节哀。您跪了那么久，该休息一会儿啊。是老太太让我来，请少爷回去休息的。少爷，你回去休息一会儿好吗？要是再晚一个时辰，老朽也回天乏术了。一会儿待他清醒，我再开几副药给他调理调理，过不多时定然无恙。难为你了。哎，老先生，你也累了。何叔，送送顾先生。好，请。您慢走。子清。这么晚，你也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我，家父遗训，不得有违呀，请老夫人见谅。啊，望顾老先生施以援手，否则犬子必死无疑。我求你了，不要啊！老夫人，您对我顾家有恩，我顾天一是没齿难忘。好吧。希望老爷日后多做善事，也不枉老朽违心之举呀。那我就谢谢顾先生了。哎，奶奶，您说什么？啊，子清是你啊？谁醒了吗？我。老夫人。何叔。老夫人，少爷。何叔。
有事吗？回老夫人话，你交代的事儿都办妥了。知道了，你去吧。对了，顺便让锦麟来一趟，我有事要关照他。是老夫人。奶奶，您是不是？你也下去吧。这几天你也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我。小姐，别去了。哎呀，袁妈，你让袁虎他们赶快走吧，我这已经够麻烦的了，还给我添乱。哎呀，九爷也是为你好嘛，袁虎他们待着不会有事的啊。我总觉得张老爷死得蹊跷，张家人本来就看我不顺眼，如果不把事情查清楚的话，他们更会借此赶我走了。谁还稀罕他们这儿？要走也要走得光明正大，所以我一定要把事情查清楚。哎，小姐。好了，袁妈，放心吧，我会有办法的。老太太，二老爷来了。进来吧。妈，您有什么吩咐？家里的事就交给子清和何叔他们去打理，公司的事暂时由你管理。妈，那我过了这几天公司经理由谁来担当我再决定。去吧。干嘛呢？翻来覆去的。哎，睡过去点。哎，怎么了？翻来覆去的，什么事儿啊？你说这是怎么了？昨天呢，被人拉去当新郎官，今天呢，又被拉去当孝子，怎么什么事儿都让我给遇上了？当孝子？哎，你不会是给张家老爷当孝子吧？就是给张家老爷当孝子，足足站了半天。那张家少爷干什么去了？为啥老让你替他？我怎么知道？有事儿呗。哎，谁让你长得跟张家少爷像呢？这事儿还真逗。哎，要不请张家少爷帮你找个活吧，好歹你也帮过他两回了。人家有难的时候帮忙是很正常的嘛。再说人家出了那么大的事，谁还能开口？真看不出来，你小子还挺仗义的嘛。去，好了，睡吧睡吧睡吧，一会儿让母老虎听见了又要骂了。
老爷，你还活着，真是太好了！你可把我吓死了。妈，儿子不孝，又给您闯祸了。妈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啊？快躺下吧，快听妈的，快躺着吧，别再说要死要死的了。你知道吗？妈为了救活你，费了好大的劲呢。你要不好好活着，以后怎么孝敬妈她老人家呀？大老爷，您就尽管放心在这住着，大家都知道这是个闹鬼的地方，谁都不敢进来。如果您住长了闷得慌，您看。这是通往后花园的通道，您要是住烦了，可以到花园里走走，散散心。锦晨啊，你可要在这躲一阵子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妈会想办法找机会让你重新出头露面的。哎，妈。苏珍啊，你可以来陪陪锦晨，但是出入行动要格外小心。锦晨还活着的事，万一漏了出去，可就是灭门之祸呀。哎，妈，我知道。锦麟，锦麟啊，鸡汤好了，喝鸡汤吧。来，快喝吧。哎，啊，你不在灵堂守着，跑家里来干嘛？我在那已经待一天了，我回来给你炖点鸡汤补补身体啊。你想啊，明天你就要当总经理了，白天要上班，晚上要守灵，身体哪吃得消啊？你要是倒下了，我靠谁去？哎呀，你别瞎说，我只不过帮大哥管理，妈还没任命呢。哎，你不当总经理，谁当总经理啊？老大去了，剩下的就是你这个儿子了。你这是什么话？好像我们盼着大哥早点死似的。我这是大实话。哎，我这种话又不跟别人说，就跟你说说的呀。大哥不在了，不还有子清吗？哎，天下没这个道理的呀。哦，老太太放着自己儿子不当总经理，让孙子去当啊？哎呀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妈还没认命呢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把长扇拿来。真是的，烦死了！什么呀？哼，弄不清楚，你这种人，弄。什么用都没有。我跟你说啊，老太太叫我去管事儿了啊。是你自己去要的吧？嫁到我们家这么多年了，看也该看明白了。我们家这一摊子事儿，除了何叔管以外，你还插得上手啊？哎，我不管，我明天就去，反正是老太太叫我去的。我劝你还是别去，碰一鼻子灰不说，还遭人嫌。我就去，切，我就不信了，我就管不了一个管事儿的了。浪费，什么用都没有，切。伤怎么样了？啊，好多了。今天你怎么一整天没来呀？我父亲去世了。你父亲去世了？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就在老妈把你转移出来的早晨。子清，你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还来看我？不提了。子清，你不应该来。你受伤了，我理应照顾你。确实现在家里事儿多，走不开。本来
我想要郑欣怡来，可是子清，我明白，你去忙你的吧，我这边你就放心吧。我知道你对郑欣怡有感情，但现在还是小心点为好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从我内心来讲，我不相信郑欣怡会出卖我们。但如果真是她的话，我绝不会放过她。二太太好。好好干啊，花椒浇水啊。二太太好。二太太好。好，勤快点啊，别偷懒。你们快去吧啊。你呢，去买500斤大米。你们俩一块去，走吧。哎，等等，你们过来，让我看看你们的手，干不干净啊？指甲都要剪掉的，不能留指甲的，脏东西要钻进去的。要洗干净一点啊，不能臭烘烘的，头发要经常洗，经常擦啊。快去吧，勤快点啊。何叔，别打了，我来拿令牌。小红，你看，去买3天的香烛，这光也不浇水啊，要准备充足了啊，去吧。二太太早。哎，小红，过来，来把桌子擦一下。可是我……哎呀，这事儿等会儿再去干吧，先擦桌子。你看这地上，都是脚印。你看，你看。去吧，去吧。赶紧先擦桌子呀！傻站着干什么呀？这……哎呀，房间脏的哟。哎呀，何叔啊。哦。二太太早啊，坐坐坐坐。是这样的，老太太呢叫我来管点事儿。哦，老夫人吩咐下来了。吩咐过就好。哎呀，老夫人吩咐让您管这个。哪个？灵堂香烛。我怎么会管这种事情呢？我不会管这种事情的。二太太，这个我可做不了主啊。你当然做不了主了，这个我知道。我来做主啊，我来就是来做主的。二太太想管什么，去跟老夫人说一声，老夫人吩咐下来，我一定照办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别拿老太太来压我。在这张家，我怎么着也是个主子呀，你搞清楚一点。你来干什么？怎么啊，何叔没事吧？嗯。啊，哎呦，哎呀，捡什么捡呐，走。哎呀，走啊，何叔，走了。事情，你也别太伤心了。伯父已经走了，你可要好好的。啊，需要帮忙的话，尽管开口。谢谢你，家里的事情不用劳烦你。走吧。你放心吧，你安心操办好家里的事情，外面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。那些支援前线的物资都已经分批送到了。就怕没有存放的地方，这个我来想办法。另外呢，有件事要找你帮忙。我知道你舅舅在警察局当差，你能不能打听一下，
们那天开会的事情，警察局是怎样得到消息的？我知道，我马上去办。我也想搞清楚，到底是谁出卖的我们。哎，灵堂上看见的那个人，是你的新娘子吧？长得还挺漂亮的嘛。你可别乱猜啊，我们还没成亲。再说是父母包办的，我可没答应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那我先走了。昨天去张家了。哎，爸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神了！我告诉你，我和张家可是几代人的交情了，你别跟我瞎惹事儿。爸，我可是奉公守法的。张家犯什么法了？哎，那张锦臣不明不白的死了，其中必有原因。你怎么越活越倒回去了呢？连大户人家家丑不可外扬的忌讳都不明白。昨天抢了一鼻子灰吧？嗨，没想到被一个小姑娘给打了回票。张家的水深着呢，如今更是和袁九爷联姻了。我知道，那是袁九爷的女儿。哎，爸，那小姑娘那张嘴可真够厉害的，说话滴水不漏啊。她没揍你那是给你面子了。她敢，我借她三分胆她都不敢。她有什么不敢呢？袁九爷是什么人呢？啊，她一跺脚，黄浦江都会起三尺浪。跟你说多少次了，和帮派的人少沾点好。行，爸，您放心吧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从小就叫你跟我学医，一定不肯，说什么要做中国的福尔摩斯。我看没你们这些警察，天下倒还太平点。哎呀，爸，您看您又来了又来了。哎，我不在局里的时候，我不是一直在家帮您摆弄那些中草药吗？啊，去把那些草药都给我搬出来。行。外公。哦，心仪。哎呀，心仪啊。舅舅，心仪来了。你怎么好长时间不来看外公了？不想外公了？我这不来了吗？哎呀，老爷，你怎么也不开灯啊？黑乎乎的。开什么灯啊？我住在这个地方就是个活死人。阿超，去把窗帘拉开。哎哎，老爷，你感觉好些了吗？憋在这儿能好吗？老爷，您活着可太好了，您可真吓死小的了。我还在想啊，我走的时候老爷还好好的，怎么我一回来老爷就死了呢？哎呀，我说你哪那么多废话呀，真是。是老爷。大超，我今天叫你来呢，就让你想个办法把那姓袁的姑娘赶出张家。哎，老爷，你这是为什么呀？你不懂，听妈说那个姓袁的姑娘不是个善茬，当初让袁九爷帮忙也是迫不得已，现在事情弄到了这个份上，再让袁姑娘住在家里，那张家就多了一双帮会的眼睛，我在这儿啊也住不安生。老爷，要赶走袁姑娘，这个好办。明晚就是大殓的日子，我找个茬子，就说老爷是被他害死的，扣他一个大屎盆子。他小小年纪，哪受得了这种委屈？他肯定会哭哭啼啼的跑回娘家去。哎，阿超，这件事儿得说得圆，要说得有根有据，别让人听出破绽。哎，老爷您放心，我肯定会说的。三伏天下大雪，三九天开荷花。去吧。哎，哎，我说你也弄个甲鱼来让我吃吃啊，
哦，老爷，那我就吩咐下人给你做去，你等着啊。狠心的女人，老爷刚上路，你就用碎碗片割破老爷的脚？不，不是我。你害死了老爷，你还要害得老爷的在天之灵也不能一路走好。就是你把灾祸带进了张家，就是你害死了老爷。老爷一向好好的，为什么你一进门老爷就走了？你血口喷人，你说老爷因我而死，你证据何在？我袁静茹今天能进得张家的门，是得到老太太的首肯，跟老夫人是有约在先的。那老夫人为什么没有受牵连？她怎么平安无恙呢？还有，我嫁进张家是要跟子清成婚的，那为什么子清能平平安安的？如果你们大家都认为老爷的死与我有关，那昨天顾探长来的时候为什么不让他认真查个清楚呢？好，我现在就去警察局，请顾探长再来一次。吵什么？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说话了？老爷本来就是被他害死的吗？奶奶，父亲的死真是那么蹊跷吗？少爷，老爷今天大殓，你可是孝子啊。老夫人，今天的事请您还我一个公道。袁姑娘，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真的有蹊跷吗？可奶奶为什么一直保持沉默呢？你奶奶一是怕家丑外扬，二也是怕打草惊蛇。哎呀，你看，这是何叔从你爸爸身上取出来的，小心，针上有毒。谁会那么狠毒啊？现在何叔正在暗中全力调查，搜集证据。有没有线索？哎，这也只是蛛丝马迹呀。袁姑娘过门那天，帮会的老铁来找过你爸。这我知道。他们那天来吊唁，一定要揭开你爸脸上的丝棉看，
何叔说，其实他们是来验尸的。是帮会的人干的。还不好说，就连你奶奶也还没有把握。那袁九爷为什么还要把女儿嫁到我们家来？子清，妈问你，你不会娶袁九爷的女儿吧？妈，我本来就不想结婚。哦，这就好，那就找个合适的机会把袁姑娘送回去。不过面子上也要做得好看些，尽量不要让人家难堪，知道吗？要不你明天去杨树浦看看，那里工厂多，没准儿能找到活干。我路不熟，我还是跟你去码头看看吧。哎，明天啊，我和你一起去，不管能不能找到活干，反正有我吃的，就饿不着你。喂，那不成，我总不能让你养着我吧？说什么呢你？哎呀，倒是那位张家大少爷，不知他怎么样了，好久没见着了。你说，他爸就一下子没了。哎呀，不说了，睡觉吧。哎哎哎哎哎，我睡那儿，你睡这儿。哎呀，我睡那儿，你睡这儿。我已经够麻烦你了。哎呀，睡吧睡吧。哎呀，没事儿。哎呀。小姐呀，别生气了，谁的背后不被人说呀？就连那皇帝的背后啊，都有人说。那戏文里呀，都是那样唱的。哎呀，好了，还是好好睡一觉，早上起来呀，什么事都没了。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自从我进了张家的门，他们就没拿正眼看过我。现在可倒好了，连个下人都这么说我。我真是受不了了，我要透口气。什么人？袁妈，我出去一趟啊。这儿来干什么？哦，我跟踪了一个黑衣人，但是跟到这个地方，他就不见了。袁姑娘，你看错了吧？不可能，确实有一个黑衣人。有没有黑衣人对你这么重要吗？我，何叔，我是为了还自己一个公道，才会对这府中的风吹草动倍加留意的。袁姑娘，我们是大户人家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，
就算是有黑衣人，查缉黑衣人也是我的事。袁姑娘，你回去吧。有什么事吗？哎，老常，你说吧。哎，老夫人，袁姑娘昨天晚上去过鬼屋了。